其实当时我们心情就一震，哇，一万条啊，我们能不能完成呢？其实心里也隐隐的打着这么一个问号。到今年你看，在做的过程当中，七月份、八月份的台风，大家都风雨不误的又往环保站来，其实我心里都是真的挺开心的。将心比心，志工挂心在街头日晒雨淋的环卫工人，要送给他们的围巾用爱编织。其实我们不辛苦的，比起环卫工人，我们毕竟在室内做事，他们在外面那么大的太阳，尤其是刮风下雨的时候，都要加班啊。也希望你菩萨大招生，现在我们也已经有几位菩萨已经成为我们的会员，更期待你在我们冬令发放的时候，你亲自的给他们带上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。街坊邻居只要有空也来帮忙，围巾串联爱，希望温暖环卫工人的身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广东报道。